喜庆的过一生。不，是镜子。对，是镜子。是谁的镜子？是谁带的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闭目不闻，从来也没听见过这样的景色。是鲁兰，鲁兰，是鲁兰。不，鲁兰死了。啊，姐妈，你去看看外面是谁在弹琴？去呀！哎呀，伊丽公主，今天是你成亲的日子。谁说我要成亲？大夫是说，公主病得不去，只有和贵人成亲才能伺候。乖，让我们局长娶你。不，我要听琴。你快去，快去呀！你们是担心买你的吗？不，我是算命的。算命的。随我来吧。伊丽公子，外面弹琴的是算命的瞎子，我已经把他带进来了。请。你先进去，我在外面见机行事。算命的瞎子，放在弹琴的是你？是我。你弹的琴好像不是这里的乡音。我是从远方来的，请问小姐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闭目部落。啊，离西沙很远了。什么？西沙？你是从西沙来的？是的。我听你的声音好像很熟。我听你的声音也很熟。你是什么？啊，我是小姐，你要算谁的命？我要算的就是西沙王子的命运。王子，小姐，那么算命。
子君也是我部落之幸啊！啊啊！部落之幸啊！众位局长孤语了，来是算个牛皮。帅哥子吧
上，西少王为有事，乃千里超远之喜，恩大进献姑父美酒，愿为王子作佛。来呀、啊！
酒里应当三杯请。好。方泽基曾许国恩几位听我压令。恩大，你因为叛乱夺其篡位，不得岂能尊你为王？哼，小小部落单管反抗，两一万不知我恩大的礼耶。哼哼，谁要不忠学习草原。哎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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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赤鲁马。不见小王子下落，哼，他逃得了内宫，不逃不得我的手掌。特务在，我说多派人马四处搜寻，天涯海角也要将王子炸为斩草十根。是。
呀，我的好公子。
南京之人吗？是的，一定不错。你们的琴弹得真好听，这弹几曲借我们听听，我们为种种忧伤的。哎呀，可惜我们不是买你的人啊。这小婢无知，冒犯贵客，请分见怪。不怪，远客有礼。万礼。请问小姐，这里可是土了部落？真是啊，故人到了土了部落。管问客人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？我们是远方而来，准人来北方沙龙酒庄。这个我们局长此刻不在家，不知他何时能回。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哎呀，那可说不定啊！兄弟，这是何时好？这你们要找局长，有什么公事？这啊，既是局长不在，我们还是改日再来。客人既远方而来，定算人为麻烦，何必匆匆过路？我不在此细细做隐隐嘛，在这不是也好。兄弟，你先在此歇歇片刻，我先去隐忙。好，客人方在等得好紧。乡里之音不看十二，管问客人家乡偶次真心大名。小鸡不依
公子一文明，多少你饥饿怜悯又才能心如水晶不醉人，一生你花容月貌美丽人，八方热情第一人。不留真实性命，公子面前不管相关，我真是落了啊！你果真就是西山王子。听我弟弟说，王子以准国牛背作为标记。公子，请困牛背。嗯，怎么？听说我是被问到税部是青年的罗兰王子，你哎怕了？不，失望了。江华之松，别妹。
赶快回去当做客住，款待贵客。是。兄弟，我们该走了。圣姐，她就是沙龙局长的女儿伊丽公子。哦，好极了，原来就是伊丽公子。她是？她是我师兄圣姐。哦，圣姐拜见伊丽公子。万里。不管不管。当初咱非是娘相救，今日哪有王子？伊丽愿为草原百姓助邪。哦，此乃先王之令，西沙之幸啊！啊，王子请到我家中相谈。多谢公子圣旨。王子请。请，圣旨。
请到我家中享谈。多谢公子圣请。王子请。请。圣请。王子请。弟弟和草原百姓，父子不在，怀念先王，思念王子。滚问十七年来，你欺身我方，今日到此，作何当孙？Thank you.
子，请公子，请用。锦衣，罗兰王子，你进我们谈一切吧。好。拜见沙龙酒庄，你就是王子的师兄？真是，特地与王子前来拜望酒庄。王子在哪里？在里面与公子讲话呢。是啊。王子，公子，请这位来了。公子，请这位来了。弟弟回来了，他就是鲁兰王子。鲁兰见过沙龙酒庄。可算是沙漠王子鲁兰王子。
黄兰心痛伤，今日西京皇子面，从今日群龙有失孤云旁，杀龙鞠躬今日当了命，匆匆引人牵马走兄弟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过路了。好，就这。王子，这是我姐姐为部落九章的罪，你代人身吧。多谢沙龙局长。
去神宗道院都珍重，参风素露金榜间，我记得珍重将你明年子再同玫瑰迎不见。你玫瑰
就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，还算是我的祖坟呀。对，事情公子的心啊早就结缘了，我啊已经不知心了。哎呀，你你这死丫头哎呀，王子来了。王子在哪里？王子在哪里？喏，在天边。哎呀，你骗我！外面的丫头，公子不要撒气，王子此刻一定飞马过来了。嗯。姐妹，你听，什么？王子的琴声，那是流水的声。你再听，什么？王子的马的声。美呀、啊，美呀、啊，美呀、啊！
他就是当今西朝王国至高无上的王啊。美人儿，虽无为公，只有你的富贵愿望。可由不得你了啊！妹妹，美人儿，妹妹快投资，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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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投资，放开。他来了没有？公子来不来要问你呀、啊。公子他一定会来的。你说公子一定会来的，那么我们就在这里耐心地等他。好，孙姐，哎，伊丽，伊丽。红人一身心
莫怨不见公子到铺前，难道他放了象牙一年纪？公子他不为忘记的，我管他也不至于如此。嗯，哎，你捆，兄弟，你捆，玫瑰花，玫瑰花，是公子来过了，这是刚采下的玫瑰花，对，是他来过了，伊丽，伊丽，你躲到哪里去了？兄弟，我看这一束玫瑰花真是可疑。嗯，来，我们赶快到公子帐篷去问问。好。哎，兄弟，你看，快过去看看。好。是表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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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妹。怎么了，妹妹？怎么了？公子呢？公子，王子，快去公子，快去公子！妹妹，公子他哪里去了？公子他被王大抢去了。哦。